我很怕，毕竟说是 NBA， 大家不都是人嘛，就只是一个想法的概念而已。你上那边看去啊，这边，这边是吧？聊聊游戏的事儿吧，都提到 NPC 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游戏最后一个了。啊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打游戏的？一年半之前吧。就打王者荣耀啊。对。一年半的时间，打到了现在的全服前五。我本来是第一名的，后来来美国这边没法那个打排位，所以掉了两颗星，然后后面那些人又追上去，排到第五。打游戏对你来说是一件是完全放松的事情。我把自己当成一个专业的学生，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拍戏，有时候拍完戏回到酒店，我很少出去玩。我在美国真的是这种，因为我是度假，去 club 啊什么的，你知道喝点酒啊，放松放松很正常。我当在我工作拍戏的时候，真的就是。比如说一天你六点起床以后拍戏，你化妆的时候看剧本，对吧？看完剧本，我是说电视剧的节奏啊，看完剧本以后 OK， 现场拍戏拍到晚上六点回家，然后回家我有两个小时背剧本，背明天台词，不多的话然后顺便看一眼明天就微忘词的什么 OK， 那你剩下那么多时间干什么？打游戏，不然能干什么？我做做音乐，有时候不想做的时候也没事儿，我也不看电视，不看电影，打游戏，就这样。有时候路程很远，可能要走一两个小时，干什么？不想睡觉，打游戏。但其实像你这样说，它应该是个打发时间的事儿，但是你把它做当成专业的事情来做。对，因为我不想输，因为打游戏输很多。其他事情也一样。特别神奇，我特别讨厌。坑人的，但还好我现在都看了黑，所以几乎都是我胜率最近的胜率应该86%。打游戏上面不想输，好胜心强，其他的事儿我是不想生气，因为一输就生气。对对对对。OK。那个我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然后我们抽个奖好吗？对不起。不好意思啊。等一下，有人看吗？有，才10万人。你手机那么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ZTAO 涛黄子涛。我眼睛有点肿。然后我们讲一下，就是感谢大家，就是从。购买那个鞋子，感谢大家购买 New Balance 247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我真的，你们知道，其实我这个人对鞋的要求是挺高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穿的鞋很多啊，都特别的。但是现在我既然代言了呢，然后为什么代言？因为这款鞋特别吸引我。我跟你说，就是这款鞋，我从今以后我只穿247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人生里，247。是必不可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是 New Balance 247，知道了吧？所以呢，谢谢大家购买 New Balance 247，我希望247能够陪伴你们一生。好假！来抽个奖吧，然后我们就让大家打247，然后我们的后台会截出5个名额，然后。获得就是这次4月23号来到你的签售会的现场的往返机票，好吧？也游戏规则再跟大家再讲一下呗。哦，他说是这样，大家打都听见了哈。对，没错，你们打247，然后我就截图出5个人，然后给你们包机票，然后来看我，就这样，很大方，就5个人。那加几个不行吗？啊，那就10个吧，好吗？别太多啊，太多了。六个吧。六个，好。好，你需要带我脸吗？许刚，你来解。需要带我脸吗？他帮你解。好，你解吧。你喊。你好了吗？好了。我喊三是吗？喊到三你截图。你喊1 1 1 2 3 4 5 6，然后他。你喊6次，他就帮你解6次。好嘞。一，二，一。
好了，那再来一个啊。好。二，一二三。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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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六个了是吗？好，那我那再抽四个。啊？算了，六个。好。然后你有什么话再跟大家说一下，然后可以简单的讲一下你最近在 LA 的生活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了。想听什么呀？我的生活。就他们刚刚更多人是想说接下来的音乐和演唱会的事情。对。那我再好好跟你们说一说。音乐我现在做的特别好，而且这次做的音乐都特别屌，而且都是你们绝对会喜欢。我跟你说，绝对绝了。无敌。然后呢，然后接下来回国之后我会拍一个电影，拍完电影之后呢演唱会完了之后呢我自己的电视剧，全部都是音乐，全部都是我的音乐里面我的电视剧，我是总制片。然后呢拍完了以后可能下半年还有五场演唱会吧。对。Yes, YET。 期待吗？今年有你们看的了，谈判官、淡化西游，还有什么演唱会，还有新歌，然后还有什么呀？没了吧，没了，就谈判官、淡化西游。还有 New Balance 二四七，伴随你一生的 New Balance 二四七。OK， 好。干什么？给大家，你给他们看这个房子吗？没有，你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这房子是租的，没错。因为我每次来 LA 的时候，我都会租不同的地方的房子，但每一个确实价格都不菲，租的租金啊。干嘛要在美国买房子呀？为什么要给美国人赚钱？凭什么呀？啊，租不行吗？多舒服。哎呀，行了，拜拜。好了，那我们的直播结束了，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公布这个获奖的名单，那么你们也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 Award 平台上面购买限量的鞋子，参加我们4月23号的签售会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记得关注我们的平台，然后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刚刚中奖的这几位粉丝究竟是谁，好吧？好。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黄子韬，也关注我们 New Balance 247的所有动态。